撑死了。可是菜还没有吃完呢。那我们打包吧。啊，服务员。你好，先生，怎么了？你们有打包袋吗？没有。有打包盒吗？也没有。那你们有什么？我们这儿不能打包。啊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再吃一些吧，不要浪费了。我吃不下了。